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有没有说在 SY 在这一条件之下，求30-5i 最大值最小值怎么算？麻烦你先把图形画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看到第一个条件 ，x 要怎样？等于一 ，x 要怎样？大于等于一，不管大于小，先看等于 ，s 等于是这条直线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大于在这条直线右手边。y 等于零 ，y 等于其实就是 s 轴，对吧 ？y 大于零，可见在上半部，可见图形主要在这个象限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，你去想看 ，s 零 ，y 是几？负三、负一、负二、负三，在这边，这样行不行 ？y 是零 ，x 是几？三、一、二、三，在这边。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什么线？直线，行不行？这条直线是 a 减 y 等于几？三，小于，所以说在这条直线右手边、左手边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今天图形主要在这一块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今天图形主要在这一块位置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。这条直线是 s 等于一嘛，老师把它写上来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我们今天哦，第一个我们画出来 ，s 等于大于一在这边 ，y 大于在这边 ，x 减 y 小于等于三在这边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来之后，好，老师可以知道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条件 ，x 不管大于小，先看等于 ，x 是零 ，y 是几？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y 是零 ，x 也是几？四。把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直线，这条直线是几 ？a 加 y 等于四。那很抱歉，尽量大于小于，要小于。所以说，在这条直线左手边，可见图形在这一块了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，麻烦你把这个点、这个点、这个点、这个点，一个一个把它找到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你看一下，一二三，这个点没问题，叫三零，对吧哈 ？OK， 这个点呢，这个点叫做一零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个点呢，这点是 s 等于一和这条直线，对吧 ？s 用一代，一加 y 等于四，所以 y 就是几三，所以说这个点就是一三。这个点呢，这个点是这两条直线交点。来，如果说你不会算好的，你就把这两条直线。a 减 y 等于三，和 a 加 y 等于四抓起来连立，是不是叫了？会连立吗？相加美掉，二 s 等于七 ，x 是二分之七，二分之一加多少是四？二分之一，所以说这个点是几？二分之七，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今天求三 s 减几 y 减五 y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今天重点是求三 s 减五 y。所以说，麻烦你把这四个点，三零、二分之七、二分之一，还有一三，还有一零，把它带进去，九减零九，对吧？哈，三分之二十一减掉三分，二分之二十一减掉二分之五，二分之十六，算出来自己八，三减十五负十二。三减零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算出来当中你去比较一下，谁最大？九是最大，负十二是最小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要求多少？最大加最小，所以相加加起来当然是几？负三，把这边看一下。